燕鹏，燕鹏，燕鹏，动身，动身，动身。民进党桃园上参选人郑运鹏首度公开合体政策平台召集人林非凡扫市场拜票。一前一后分进合集，一今天摊上每双手不放过，对手国民党张善政却仍难逃，继续被锁定。1736万的巨额研究案，他们心里有愧有虚啊，把保密当保命，这个很显然他们很心虚。开酸张善政不愿正视，1996到1998年张善政所做农委会研究报告，现在依然保密吗？1996年、1997年都已经在政府的资讯公开网已经没有保密的这一个部分，这些的1998年的研究成果保密的理由也已经不见。原先契约第10条写道，主持人及参与工作人员应严守契约保密，未经甲方农委会同意，乙方宏基不得将内容公开泄露。但其实10条则记载，此计划案并非敏感科技项目。另外24条保密义务规定，依据政院订定科技资讯保密要点，报告内容2007年陆续公布后，早解除人员保密义务。所有农委会在委托的研究报告的计划里面，当然都有相关的保密条款，但有保密条款的条文在契约里面，不代表每一个研究报告要保密。农委会现在公布的资料是只是部分片面的，那没有公布的资料就是受限于保密条款。都已事到如今，真不是事实全貌吗？接下来我们会依照相关的流程，那请当事人跟我们计划的执行机关来提供相关的意见。是因选举恶意操作吗？张善政迟早得现身亲自面对。经济新闻谢前杨仲强、吴俊伟采访报道。